即将迈入44岁的刘恺威，自从2007年转战大陆拍戏后，戏路大开，甚至一度成为平霸男主。对于他塑造的经典角色，就算是没看过也会有所耳闻。千山暮雪中的莫少谦，如意中的谭明凯，美人无泪中的皇太极，寂寞空庭春晚中的康熙，满荒集中的纪明，作为 TVB 新二代，刘恺威在1994年便正式出道，但在来大陆之前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尴尬境地，甚至还演过太监。在这部香港经典家庭喜剧《皆大欢喜》中，刘恺威出演深田公主的贴身太监阮寿，因为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常常受到金家人、石大川夫妇的使唤，甚至还为其他太监们欺负。那时候的刘恺威还有几分婴儿肥，而在这部剧中饰演深田公主的人正是刘恺威的前任女友廖碧儿。2000年廖碧儿参选温哥华华裔小姐获得冠军，2001年签约 TVB 参演的首部电视剧便是皆大欢喜。因为从小在加拿大长大，不懂中文，在香港也没什么朋友的廖碧儿自然就与饰演贴身太监的刘恺威走在了一起。这段恋情随着廖碧儿劈腿陈豪而告终。当时廖碧儿大概没有想到身边的小太监有一天也会大红大紫。皆大欢喜具有765集古装版、322集时装版、443集的超长剧情，虽然比起史上最长港剧香港81至86 1321集来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播出17年以来，他所展现的港民市井生活、跨时空的叙事也着实俘获了观众的芳心。当时出演这部剧人员几乎涵盖了大半个香港娱乐圈，例如薛家燕、邵美琪、谢天华、梅小慧、岳琼丹、马勋伟、胡杏儿、林文龙、钟嘉欣、郑中基、汤盈盈、朱妮妮等。刘恺威的父亲刘丹在这部剧中饰演明宪宗，父子二人一个演皇帝一个演太监，创造了港剧中的一大奇观。在这部剧中还可以看见 Life in Search 极为罕见的女装造型。此外 TVB 当家小生马国明在这部剧中以非凡的演技跑出了龙套九角，角色一来动一员捣乱的流氓，角色二上金家骗钱的道士，角色三郡主相亲对象马鞍山，角色四金家三女婿高尔康在翰林院的同事，角色五骗金家舅奶奶云影既搞装修的小胡子工人，角色六翰林院的另一个长胡子的官员，角色七路边的宠妻相公，角色八街头斗殴的小贩，角色九卖放大镜的货郎。有人说建议皆大欢喜继续出续集，但是你就算可以请回所有的演员，恺威叔叔会愿意再回来演小太监们